欢迎各位来到勇闯天涯 Super X， 这就是街舞复赛第三场的现场。本场比赛分为组合抢七战、双人改编作品战、自由作品战三个回合，每个回合都会根据胜负结算积分，战队最终的积分排名直接决定大家晋级半决赛的名额。这次比上次来讲的话，真的是没有后退的路了，我们更要勇往直前，因为这次输了就代表是全军覆没。故事好，舞蹈好，而且有递进，把这个苏绣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你想想，一个舞台上面他用舞蹈讲了一个中国的故事，这多酷啊！看到他们的这个故事就像看一个电影一样，太棒了。哇，很精彩啊，这两边的同步率，非常喜欢这样的作品。但比起核心武器啊，好久没说这句话，差那么一点点，差那么一点点。然后这种棍子呢，其实是竞赛棍，打狗棒，对不对？不是打狗棒，不是啊、哦，对不起。这边的舞台就是精致，这边就是草率。好帅！肖杰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，他会跑过来说：“哎，你们穿针一定要，你知道那个线一定要亮点。”肖杰再次诠释了婚后男人的心酸哈。如果你想更加精彩的话，再给我来一点尖叫声吧 ！Let's go！ 真是大神啊，好难打呀。So we have a, like a really minimal score, like last position to beat all of them.To win the competition and save your team. That was really hard. That was really, really hard.